话会，在我的个人的观点来看，是台湾的主流话会之一，是一个指标性的存在。在台湾很多方面，价值观扭曲和道德沦丧堕落的时候，五月话会正是维系着我们台湾社会、台湾社会、台湾文化美的一面，人性美的一面的一个重要的支柱。那这个60年来，我想五月话会这个会员都非常优秀。我们刚才看到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连长的会员的这些作品，本来我们对五月话会的会员就跟其他话会就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历史很久，同时呢都很多名家，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在我们在台湾来讲呢，可以说是很有名的一个话会，超过60年，60年是我们说在过去人生里面活过60年的，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的人生已经尽到了我的这个在世的。上我一进来一看，这个各种风貌，以及这个色彩的这个使用啊，已经打破了过去在使用色彩的那种很保守的观念啊。这个第一点是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如何去增加自己作品的辨识度。第二个是我要跟鼓励在座的所有的艺术家，另外一件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，请你找到你自己的画廊去经济你的作品。好，那么这件事美术馆，那是一个最终的，当然是一个最终的成就。可是，一个艺术家如果被一个重要的画廊所经济的话，那么其实他从此是走上他人生的一个坦途。好，那么我们常常讲说，这个老三个礼物呢，是希望每一个艺术家去找到欣赏你的艺评家。好，我刚刚看到呢，家来向社会大众推荐的一个艺评家，是一个艺术家跟收藏家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。好，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今天所带来的这三件事情呢，这三件提醒呢，是很诚挚的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艺术家。谢谢。这么了不起的一件事，过去我们只有在台湾参加日本展览，在日本我们有两次在那展览，那么他现在你们推广到全世界去，我们看看他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艺术家有三点建议，那我觉得是收藏家也要有这三点建议，要读艺术史，多看画展。然后你收藏的时候才不会不知道收藏什么，也许你看得很新鲜，其实是超别人的。所以